是不会升起的。莲师叮咛语：大乘修行的核心是透过方便与智慧，也就是以悲心与对空性的洞见，来解脱一切有情的菩萨戒。弥勒菩萨《大乘庄严经论》所说的大乘七殊胜，因着眼于种种大乘教法之广大汇集而殊胜，因具有成就自他恶力之方便而殊胜。因具有了悟两种无我的智慧而殊胜，因三大无量劫的精进努力而殊胜。因方便道而殊胜，诸如能够不染烦恼地不舍轮回，不染烦恼地施行僧语的七不善行，因真实成就佛实力，四无畏及觉者不共功德而殊胜。因任运不灭之佛事业而殊胜，方便与智慧，佛果是透过方便与智慧双运相融而得成。大乘的说法则是说，透过悲心与空性，或透过世俗菩提心与圣意菩提心而得成。金刚乘的方便与智慧，指的是升起次第与圆满次第。根据噶举派的说法，方便特别指的是方便道，即纳洛六法。而智慧指的则是解脱道，即大手印的实修。根据大圆满，智慧是本境的见地，以及在当下了悟证悟心的力断修持。而方便则是任运现前的禅修，以及能使垢染和执着耗尽的顿超修持。透过这样的修持，便可一生证得弘光身。升起与圆满，升起次第指的是善的心智造作，
而圆满次第是安住在自心无造作的状态中。升起次第的精髓在于静观或圣观，意指将色相、声音和念头视为本尊、咒语和智慧。春阳普照大地，洒落一地的银白，微风徐徐拂过树梢，带来盎然生机。越过幽闭小径后，放眼望去，便是静谧又安详的梅山护生园。位于嘉义县民丰埔石的梅山乡，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，占地面积约十甲的土地上，林木葱郁，层层环绕宽广的园区里，滋养着许多物命。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，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三个不同的区域内。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，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。当渔网围栏接近，狗儿们就愈加热情，此起彼落的叫声，好比狗儿们的欢迎问候声，从四面八方传来。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，每只狗儿欣喜若狂的模样，无不烙印在脑海里，令人难以忘怀。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，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，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。珍惜这难得的喜悦，愿此回忆长存彼此心间。梅山护生园中不同种类的牛群们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，像是黄牛、耕牛、水牛、乳牛等，到了园内唯一的牛区里，有的牛儿张口大啖牧草、玉米、谷物等素食饲料，有的嘴里纺出食物，有的做谋谋生。被牛儿舔舐手部的同时，与之四目相交，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愉悦，欢迎着我们的到来。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，并维持园区的运作，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，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，秉持着佛陀的教法，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。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，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，并且永续经营梅山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。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，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。护持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。
大家好，我是台大医师黄立明，今天就来跟大家示范如何正确的执行手部卫生步骤，请跟我一起来念口诀，只要轻松记住这些步骤就可以了。口诀包括内、外、夹、弓、大、立、完。只要记住内外夹弓大力丸的七字诀，就可以做好手部卫生，守护你我的健康。今天是六斋日，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，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不眠坐华丽之床，不着香花幔，不香油涂身，不观听歌舞，不非食食，也就是持斋或五不食，随喜您的功德，阿弥陀佛。